好，这个鬼子的数量，哇，鬼子的数量超多哎、欸！三颗核弹，三颗核弹已经准备就绪。好，两边都是在等这个等单位啊，两边都是满200了，200对200。那现在重点就是这三只，哇，这三只幽灵特务。直接慢慢的走进来，神族是没有看到的。哦哦哦哦哦，看到了，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核弹，哇！直接一个溃石没有死，一滴血，哇！一滴血，哇！啊！直接悲剧。那这边又另外一颗，哇！这两颗核弹赚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呢来到地图中间。攻击，然后攻击我们的神族单位呢，有被 EMP 到一些，结果直接全部被打掉了。哇，一滴血的鬼子大赚翻。好，继续攻击，然后有听到一些 EM， 听到一些这个狙击。好，人类呢，这个兵力全部都是红血。好，这个维京战机下来帮忙。好，更多的单位下来咯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神族的三点钟方向这个分矿有点危险，更多的单位下来做帮忙。好，鬼子又来了，鬼子 EMP 非常多的白球， EMP 重要。诶，没有 EMP。 那好，我们的维京战机也是赶快飞走。这个三点钟的分矿被打掉之后呢，神族只剩下一个矿，那五点钟也是被挖光了。那人类呢反而是九点钟分矿也在营运，这个两个矿都在营运，黄金矿是挖完了。好，那目前的人口数来到166对上112。好，这个时候两边的军队呢都在这个待命啦。不过我觉得神族现在有点悲剧，因为神族现在钱只剩下170、180、200块，然后呢人口在120多而已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神族现在是一个矿而已，很难哦，很难赶快补起来，他需要赶快存400块钱来盖分矿。好，我还是不明白这三个星际之门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好，这边做一个空降呢，哇，一颗核弹，那有看到 Lucky 是有看到，但是这个光炮被打掉之后呢，这个幽灵特务应该有办法成功的放下。哇，还是放了，但是这一颗没有什么赚了，就是赚到一颗水晶塔。哦，另外一颗核弹，我们这颗核弹如果能打到大批的军队的话，这个规则很重要，这规则没有打到很重要。哇，小眼睛呢？好，没有回去。但是呢，我们这边 EMP 到了很多的执政官，哇，执政官直接能量都被打掉之后，血超少，我记得是十滴血吧，对啊，十滴血而已，非常少。然后这个时候又另外一颗的鬼子核弹呢正在放，哦，看到了，打得掉吗？应该打得掉，哦，直接溃石，呀，要不然这个工兵悲剧啊，这边工兵超多哎，这个矿还是没有。他应该要拉一半的工兵来远距挖矿一下，这工兵数量很多。好，这个人类呢还是有很多的地面单位，有医疗艇可以帮忙补血，然后呢还是有核弹吗？目前是没有核弹，三颗正在研发。人类现在基本上这个钱很多，而且都是33的攻防，神族这边是23的攻防，所以神族这边有点悲剧。他这个狙击掉这个，哇，这边漂亮，狙击掉我们的高阶圣堂。好，三点钟方向被清光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蛮悲剧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，神族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收入了。
好，远距挖矿啊，远距挖矿当中。好，三点钟方向基本上悲剧。那人类应该算可以算赢了啦，因为他的九点钟方向两个矿都还在。那虽然没有在挖瓦斯，他还蛮缺瓦斯，就是瓦斯也还好，但是算是有点缺。这边也有两个在挖，哦，这边有两个在挖，所以他有六个瓦斯啦。哦，直接上去了。哇，这三个点位，这个工兵怎么跑？哇，这工兵，哇，工兵被杀掉了126只的工兵。现在的人，这个神族的工兵数只剩下7只啊，7只工兵对73只工兵，工兵差了10倍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人类来打到这个，哇，打到5点钟方向，神族基本上没有办法救了吧？这边有风暴可以放，风暴有用吗？哦，应该哦，还挡得住，但是下一批过来应该是就要直接 GG 了。好，下一批要直接打你主矿了。好，刚刚那三颗的核弹呢，就是很漂亮的把那个整个行进的路线都弄起来，那让我们的神族没有办法跑。好，先打到 DT 的暗影塔，然后呢继续攻击。哇，这边有另外两颗核弹。好，他也不隐形了，他懒得隐形了，他就直接核弹了。这是三颗吗？两颗还是三颗？哦，三颗哦。好，这边一个风暴。哇，GG。OK， 我们这场结束了，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啦。这场虽然不是很确定这两位玩家到底是谁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这个核弹放的还不错，还蛮漂亮的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赛咯。好，拜拜，记得订阅，拜拜。